只能当人来路过，划过思绪就笑了，一滴嘴巴是我卡过后悔，你那丢下曾经过老师为过过情况冬关红灰，这首歌我还是很欣赏，我觉得你太适合唱这样的歌曲，但是有一点问题来了，当你的词唱错的时候，那么淡定的就把它唱完，这很好，那你的临场反应很好，问题来了，你的这个歌词错了以后，你后面的情绪就开始硬了，你的声音就开始粗糙了，你就开始 你用喉音都没关系，但是你不能一直用，你明明前面那么的淡柔，
那么的气音，那么的美，后面忽然个啊啊啊的喉音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，嗓音越来越多，不代表它堆叠的力道会更强，你一样顺着唱就好 ，OK 哦，继续加油。东东，老师好。哦，你的声音真的是很棒，我很喜欢你一些共鸣腔的使用跟一些混声、一些气音的方式，好、哦。但是今天这首歌有出现有一些地方是咬字不太确定的，那我不知道你是故意的，还是说你其实是真的不确定。好、哦，那这样子的咬字，我觉得是可以。当然你是马来西亚来的，但是不管你是哪里来，你要唱什么歌，你对咬字这个事情一定要经过更确定的练习，好、哦，然后才不会说觉得有点含糊这样。那今天有几个地方进入副歌的时候，我觉得比较可惜的，就是说你的声音这么漂亮，其实我听过你唱过好几次了啦，我知道你的能力是可以的，只是你选择没有这么做。有一些，譬如说高音的地方，哦，你已经配，你那个 attack 就会，你会配，会比较 hold 住。那在听众的期待来讲，有一些像这种，这个算是大歌啦，它就是会有一些很 dynamic 比较大一点的地方，这个你要把它做得出来啊。你如果是在大家很期待你有 punch 的地方，你把它 hold 住了，然后就会只是维持住你那个比较美声的唱法的时候，就会觉得没有被打到有一些应该淋漓尽致的地方。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就是选择吧，哦啊，尤其像你如果选择这种歌，它既然是这种设计，你就必须要放开来唱的地方，你还是要尽量的去发挥它。好，三位都不错了，好，谢谢老师。
马上请雅文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东东，是好。这首歌让我很意外，其实你在唱的时候我并不看好，因为你怕你跟社会戏同样，你们的拍子都会让我觉得不太稳，不够我稳，但是你的唱腔共鸣的转换很有层次，而且非常适中的，那个灯光色格很刚好，那个美格很漂亮。那漂亮的东西最加分的一点是你最不要那个叹了一口气，然后还有就是唱这首歌的尾仔的时候，我是主角，名是小木，字看破，这个味道非常加分，所以我给你很不错的分数，加油。谢谢老师。那东东，老师好，这首歌你来挑战，我觉得有一点点前面有一点点觉得沧桑感不够，那也许是你对因为这个台语可能不是你的母语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还是要有方法去消化这首歌吧。好，譬如说我们副歌混色干爱情啊，康笑帮一张风声，那到底是哪几个字是重点？你是恨，对不对？你是混色干爱情啊，你恨了什么？你恨了爱情。那你刚刚是混色干爱情啊，那个啊很大声，那所以这时候歌词的意思有就会没有办法那么完整的让你叙述出来。好，那当然你的音乐性很高，你最后面那个高音把你救回来了，你整个用音乐性把你的那个很多东西都补足回来，所以也是一个好听的作品，但是还是有更多进步的空间。好，加油。谢谢。哇。